非非真假，原来相当可怕，如甜梦全是空片话，真相被遗下，话若可分真假，情难生息气炸，柔情话诚实欠了吧，一切是废话。想想你不会伤，想你不要伤，想你不再受伤，可讲的话都会讲，讲我都会讲，请你不要乱猜受挫，如你心安不厌我，我都讲。请请你不要拖，请你不要拖，请你请你别拖，我讲的也请你讲，讲到底也讲，让我不再绝望，我衷心将一切尽的话，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啊？我刚才说，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好啊。这边是哪个公子？喂。Jessica， 哦，不会不会，我还没有睡呢。怎么样啊？不是男生吗？他一定有什么。他谈恋爱了，有人追他了。怎么样？有人在你旁边啊？对呀，是大姐跟小妹，他们两个都很八卦的，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跟你通电话。那我不打给你，他们就不会知道了。你试试看，少打一通都不行。你每天最少打二十通电话给我。打二十通啊，你电话费岂不是很贵？哼，没关系，你付款嘛。Tony 啊，既然难得老同学聚一聚呢，你记得约陈老师啊。谁呀？我妈，她很烦的，她要知道我跟女孩通电话，耳朵就竖起来。啊，那以后你不可以在家里打电话给我。不怕，他一进来我叫你 Tony 不就行了。Tony， 干脆你就叫 Jessica。 Jessica， 你知道吗，我念中学的时候啊，真的有个同学叫 Jessica， 不过呢她是个大胖妹。是哦，她每顿饭要吃两个大便当才够。大胖妹啊，有没有别的选择啊？有没有漂亮的妹妹呀？人家虽然胖，但是很漂亮的。哦，没有问题。关于租约的细节呢，我会帮你拟定好。两年是吧？好好，我知道是两年。谢谢你，我会把文件传真给你。哦，好，拜拜。六，为什么我的密码不对啊？密码啊，只是你那台换了。为什么？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林先生的意思。喂喂喂，你们有没有听到风声呢？路边社也有什么消息啊？人事部传 KC 啊会升职当我们的 GM， 取代 Steve 的位置。哎呀，
难怪公司最近执法那么严格。新官上任三把火，当然要来个下马威了。哎呀，到时候会不会来个精尽人手，每个部门都要交人头啊？啊，哇，那岂不是血流成河？你们放心，如果要宰，第一个先宰我身了。 A 打的消息很准，看来我要收拾收拾了。啊，对了，要是你们看到莲姐的话呢，记得叫她留个纸皮箱给我，谢谢。如果是几天前我听到这么血腥的消息，一定会有点担心，但是今天我居然出奇的平静。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脑子里现在只想一件事，就是晚上约了义师吃饭应该准备什么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好同事离我们而去，这位同事一向乐于助人，又肯提拔后辈，对人又友善。唉，相信他的离去，我们商场上上下下都会感到可惜的，是吧？要么走不进。不是，其实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大哥沈朗，你也知道这是无理解雇，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站出来支持他，大家一定会在这个上面签个名，是吧？我认为不应该支持他。啊？怎么支持啊？拿来看看。啊，你看看。强烈反对不满公司为你不要紧吧？那听我说，你知道吗？我大哥是一个重情重义、乐善好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用这么个字眼儿，你不想干了？还有，还有，公司不要他是公司跟他的事，我们挺他就是我们跟公司的事，是我们打公司一个耳光。你对，阿里，我警告你啊，什么强烈反对不满公司这种字眼，会连累兄弟们的。总之两个字，不签。不，那你呢？四个字，我也不签。我跟你说，待会儿去一下停车场。帮忙签个名啊！我看我帮不了你。喂喂，帮忙签个名！哎，签个名吧。你去找别人，帮帮忙。你去找别人。来啊，帮忙签个名吧。喂喂，哎，一场同事，帮忙签个名。阿丽，你别叫我为难好不好？去找别人帮你去吧。啊，去签个名吧。喂，喂，帮忙签个名。喂，不行。没有义气男，应该有义气女吧。姐妹们，看在都是同事份上，在上面签个名支持，别开除沈朗。来啊，签名呐。要知道公司精简架构是大趋势嘛，搞不好签了名，到时候被开除的人是我，人间蒸发，那就死得很冤枉啊。既然说明精简架构嘛，但是开除没有用的人，怎么会开除有用的人才呢？啊，你要知道啊，有没有用呢？不是我们说的，是公司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哦。对啊，对啊。一句话，帮忙签个名。不签呐，你还是别搞这么多事了。我们只是听到风声，怎么可以当真呢？对呀，到时候他真的走啊，我们大家请他出来吃顿饭，就当是送别了。这种事看心意啊，何必搞这么多花呀？对啊，对啊，对啊。哎，下班时间到了，走。走了。不讲义气，全都是一个样。究竟孤立何在？别不开心了，虽然他们不支持你，不过我认为你做得很对啊。你为了朋友不畏强权站出来，真的很勇敢，很牛啊。好吧，他们不支持你，我支持你。那还是义师你最了解我，我真的很感动。傻瓜，我应该的。我真的很牛吗？这年头还有这么有情有义的女人，除了我死去的姐姐跟我本人之外呢，还没有遇到第三个呢。阿姨，你还给我吧，怕你弄皱。你乖乖的看店吧。高义师，这么像之前跟你交布说法文的那个女人？那个叫高一兰，是她姐姐。不是吧？一个又现实又庸俗的姐姐，居然有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妹妹，简直是俗世中的清泉。她会不会喜欢上你？怎么会啊？你要想清楚啊，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她帮我把 MP3 拿回来，她还说过我人好，
他还夸我很牛。那就是喜欢了啊。嗯，一个俗世中的清泉加个傻瓜就是天生一对，是就好了。可惜不是，不是就把它变成是了。你想想，整件事呢都是天意，先让你认识姐姐，就像一块很大块的踏脚石，上面有个灯塔照着路，再让你认识妹妹，还不是天意？难道真是天意？总之主动出击不会错的。嗯，一定是我连累你了，我从小到大运气都不好，你认识我到现在没好过。那你第一次遇到我的时候的 PDA 不见了，接着是 Vivian 事件，现在又要被开除了，糟了，一定是我把霉运传给你了。这不是传染病啊，传给我。真的会传染的。哦，你真是迷信的。哎，你等我一下。那我每次扭蛋呢，那张幸运卡一定是五颗星，要是幸运可以传染的话呢，我就把我的好运传给你吧。就一颗，我都说了我的霉运传给你了，你还不相信？来，上车。这里干嘛？看幸运星，你看多少星星，多得数都数不清。我们的幸运星何止一颗，当你觉得倒霉的时候，其实幸运就在我们身边，只是你没有抬起头来看清楚。人生呢，总会有高低起伏，只要两个人一起面对，管得好运还是霉运，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可以说谁连累谁呢？流星啊！喂，快许愿！哦。许了什么愿？我希望所有对你不好的事情都可以逢凶化吉，还有你不会被公司开除。你呢？我没许愿。我只是感谢上天赐给我好运，遇到一个老是担心我的傻丫头。你才傻呢。哎呀，你看看你啊，吃东西吃的到处都是。其实爱一个人呢，是不应该让对方担心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我自己会处理。要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照顾你呢？嗯，这么大的人了，吃东西还像个孩子，你还不是傻丫头？老是说人家傻，你才傻呢。没你傻呀。板娘中间那个女人谁呀？哇，真的不知道啊！站在正中间，你看连老板娘也对她这么客气，我看应该不是小职员。啊，会不会是 KC 升到 GM， 请她回来当助理啊？绝对不会啊 ！KC 自己都站在后面第二排，像跟屁狗似的跟着呢。说的也对，就算是最多也是跟郭公公并排吧。糟了，这么大阵仗，难道真的大地震？这位是叶嘉云小姐，从今天开始她会坐 Steve 的位置，
是我们公司的新 GM。 大家好。对了，宋毅，你们认识的？是啊，见过。叶小姐。这位是租务部的阿彪。阿彪你好。叶小姐你好。 IT Ben。 是。 Hello Ben。 我们人事部的 Stephen。 Hello Stephen。 工程部的阿康。 Hello, Hello 阿康你好。 Nancy 我的秘书。 Hello 你好。 你好。这位 KC 是我们公司的部门主管。 Hello KC。 叶小姐你好。你好。 KC 是老陈子，对酒店和商场的业务呢都很熟悉，你有什么想了解的只管问他就行了。我会的。今天我很高兴能够认识大家，希望以后合作愉快。佳云真会说笑话。佳云是我们公司大股东叶博的千金，一直在美国协助叶博的。哎，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啊，喉咙都说破了才把他求回来。有他的帮忙，相信我们公司的业务一定会再进一步。我这个人平时不是很拘谨的，所以有关公司的事我希望能够多跟大家沟通，我会公事公办，绝不会徇私。老爷这样算什么呢？突然的派女儿回香港，你呀还让她当一个 GM， 她是不是想娶回公司自己管呢？老爷的想法我很清楚，女儿大学毕业，而且在美国训练那么久，当然希望她能回到这里看看可不可以独立呀、啊、何况老爷又是大股东，长期以来都是我们当家，他从来没说过半句，现在人家叫女儿来跟我学习，怎么叫他做信差啊？你这个人呐就是太随和了，你可以说不拒绝他的吗？你看现在多麻烦啊，多个外人。嘿，一个女孩子能做什么呀？我是怕她太能干了。其实现在大局并没有改变，主席是我，副主席是你，决策权在你，开一些阿彪全都听你的话，没问题啊。那要不是你的心脏有事要好好休息，不能操劳，我呀才懒得理你呢。是啊，辛苦你了老婆。哎，苏富比下个月有个拍卖，你去看看有什么喜欢的，选一两件，我给钱。是，我好想要。进来。啊，严先生，严太太，什么事啊？啊，是我叫他开完会过来的。哦，我不打扰你们了。对了，刚才我走了之后，你们谈了些什么？哦，没什么特别，也是大家彼此认识一下。我回去会详详细细写份报告给你。你这人很机灵呢、啊、多亏严太太长期以来多加提点。这一次虽然你没坐上 GM 的位子，但仍然要好好的干。我知道，严太太你放心，我会继续努力，不会让你失望。嗯，这样就好。对了，替我监视佳云，有什么马上告诉我。我会的。自从斯蒂夫走了之后，我们就群龙无首，更何况收无头不行嘛，在叶小姐领导之下，公司一定会越做越好。其实我只是知道一点，公司的运作还是 KC 你熟悉。那么就说说公司的运作。前些日子公司有个精简员工的建议，推行了就可以替公司省下不少钱。取消它吧，因为我才刚刚上任，不想这么做，没必要那么多人事变动。是的是的，不要一上任就那么多动作嘛，影响士气，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好。医师，什么事啊？真够倒霉的，我来呢是想跟你借个纸皮箱拿来打包走的。啊，真的躲不过呀。您跟我说过你料到我会被开除。嗯，好的不灵坏的灵。嗯，不要紧啦，不在这里做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失败乃成功之母，小小挫折等于激励，希望在明。你干什么笑啊？我不是跟你玩的。但是我跟你玩嘛，裁员取消了，我不会被开除了。真的？嗯，太好了。喂，老爸，是啊，不回来吃饭了，拜拜。哎哎，大哥，你真在这儿？
是啊，干嘛这么开心啊？哎，我呀，刚才在人事部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取消裁员，你不会被开除了。幸亏我还没有送上去。送什么上去？啊？你们为我出头啊？不过只有两个签名好像太少了的，但是我仍然感激你们。哎，我们三个是好朋友嘛，别说感激不感激的。总之你不会被开除，我就开心了。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好啊。吃饭？好啊。吃什么？吃火锅。又吃火锅，上火，吃别的吧。做人呢，有时候也很喜欢遇到风浪，起起伏伏没那么闷嘛。尤其是一场风浪之后，看到了患难见真情，自己也拥有有情有义的朋友，这把什么都赚回来了。啊，大哥，你知不知道我喝酒喝得最开心的三件事是什么？不知道。第一，就是考到黑带；第二，就是进了翱翔峰当保安员；第三，就是你今天不用被开除。哇，我有那么重要吗？哎，只要你一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做事吗？来，喝酒。来，喝酒，大口的喝酒，干杯，干杯，干杯！喂，你怎么样，行不行啊？喂，行了，行了，够了，够了，别喝了。我去洗手间，小心点啊！糟了，不知道他刚才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样呢？应该没看见，这样。别拖了，你跟他是好朋友，干脆告诉他我们在交往。不用了，多吃几顿他自然会感觉得到的。你会感觉到，你知道他了，那么单纯不会感觉到的。那我们转玩地下情了啊？地下你的头，不跟你玩。哼。喂，来来，坐下来。我很开心。坐下吧。坐坐。看他的样子已经喝醉了，还是送他回家吧。好，谁说我喝醉了？送你回家也没问题。来，不用了，我还要买甜品给外婆吃，我自己走好了。这样不好，这样吧，我先送他，然后送你。不用了，我怕外婆等太久会发脾气的，我坐计程车走好了。小心点，好好照顾她。那好吧。到了家打给我。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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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医师这个人真好啊，简直是女人中的极品。哎，别动啊，属于极品，简直人间清泉啊。大哥啊，我坦白告诉你啊，其实我真的喜欢医师啊。不是吧？谁说不是？简直每天爱他多一些。如玫瑰一点没点着的。喂，你喝醉了，别乱说话。啊！我现在在跟医师拍拖。这么重啊！你这小子，不知道吃什么长大的。喂，别吐，别吐，别吐啊！我的车就在前面，很快到了。大哥，恭喜你，一时是个好女孩，记得对她好一点。有时候我觉得，最让你开心的并不是钱，而是朋友的一个谅解。虽然它很重。但是他说了这句话，反而使我觉得他很轻。有时候兄弟俩的事，真是尽在不言中。我的头好痛，痛得要爆炸了。你老爸气得爆炸呀？哎，阿姨，
说什么学武之人不可以喝酒，吐得满地都是，臭得要命，臭味到现在还没有散呢。对不起啊。不，我的裤子呢？拿去洗了。洗了？老爸真是的，脱了人家裤子也不替人家穿上。我脱的。你脱的？干什么？阿姨从小看你长大的，有什么没有见过？你也会说我长大了，太恶劣了。会比你昨晚恶劣，被人像僵尸那么抬回来啊。听你老爸说，那个人是你同事。哦，那个人就是我大哥兼死党，还是义师的男朋友。义师？是不是出污泥而不染的那个？就是他。哇，你的朋友坏死了，横刀夺爱。不是，他们早就交往了，要是我也插上一脚，是我横刀夺爱。那怎么办？你又没戏唱了，有什么打算呢？嘿，我们一介武夫，当然是继续最新武学，继续苦练。啊！动不动就乱叫。哎，志航，来，走。哎，叫王伯伯就行了。来，我来介绍啊，他叫叶志航，今天开始来杂志社做实习生。大家好，叫我志航就行了，请大家多多指教。Hello。来，我给你介绍啊，我介绍杂志界最漂亮的美女菲菲财主。Hello， 你好。啊，这个呢就是潮流版的阿豪。阿豪，你好。你好。电脑排版阿昌。阿昌，你好。我们杂志社百事通阿发。阿发。他你要认识了。是。金牌设计辉叔。哎，刚才聊过天了。辉叔你好。啊，你好。啊，你们回去工作吧。志豪，跟我进来。好。喂。又来个什么实习生啊？实习生，人家是正派的少爷兵。什么少爷兵啊？哎，我听到风声，刚才那个志航其实是我们大老板的朋友的儿子，特地介绍来这里工作的。哦，原来是受保护动物，就是中看不中用。总之呢，就是苍蝇纸千万别让它沾到。哎，你也别这么说，人家刚才说这两张照片，才两句就把重点说出来了，有点见识。我看这个年轻人该有点作为。志航啊，想喝点什么？不用了，王老总。哎，还是叫我王伯伯吧。都一样。嘿嘿，那大老板已经交代了，你想做什么工作只管说吧，我无所谓哦。那你对什么工作有兴趣啊？我对什么都有兴趣。这样啊，让我想想什么最舒服又不用日晒雨淋的工作。哎，王伯伯千万不要啊，我知道当记者很辛苦的，我不怕，像我老爸说的，不辛苦怎么学到东西？啊，叶先生真是有见地呀！我最喜欢这种年轻人了。好，让我想想有什么够挑战性的工作安排给你做。好。这样吧，志航，你先跟阿昌学学电脑排版吧。哦，现在才来当街，我整晚输入的资料全都泡汤了。哎，看看菲菲什么工作给你做啊？哎呀，搞错乱七八糟的。我已经忙不过来了。阿发，看阿发有什么给你做的。文艺机房。版面印的怎么样了？啊，阿豪，看阿豪那边。哎呀，我有很多稿子要传真呢。哎呀，喂，小李，你怎么了？啊？怎么变成铁拐李了？哎，坐下。你搞什么呀？什么事？哎呀，别提了，老总，都是银建富豪崔老板连累我变成这样。喂，对了，你跟踪那件事已经跟了三天三夜了。我这是跟到第三天第三夜，终于让我跟到他和女明星同车出游了，我就开车死跟了，跟呢，一跟到十字路口。突然有一部车拦腰撞过来，车子翻了，我的脚就变成这样了。哇！不过呢，我知道这个银建富豪现在还在金沙嘴那家卡拉 OK 里，是吗？喂，崔老板的事每个行家都抢着要报道，要是我们能够拍到他背着老婆偷情的照片，这个封面一定震撼了。谁不知道啊？崔老板是社团的老大嘛，就怕还没拍到照片，肋骨就断了几根了。哎呀，那怎么办啊？啊，明知道他在卡拉 OK， 这可是大新闻呐，难道白白的错过啊？哎，王伯伯，这样吧，我去。你去？对啊，这件事这么刺激，我当然要去了。你不是答应给我做有挑战性的工作吗？就这个吧。那我工具都准备好了啊。喂呀，辉叔啊，我们还要等多久啊？那你看啊，贵宾房就在那边，我们干脆冲过去，拍几张就跑。千万不要！喂，你先听我的啊，你不要太露痕迹，不经意的瞄一瞄贵宾房那边。干嘛？有两幅画吗？门口有张桌子，有两个男人坐在那里。
这就对喽。你看他们两个，眼露凶光，块头又大，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保镖。再正确一点说呢，他们是孔武有力、功夫到家的杀人不眨眼的保镖。你冲过去，恐怕还没到门口，手脚就被打断了。没这么夸张吗？夸张。那我问你，为什么一来就选这个太平门门口坐啊？对啊，就在旁边。为什么？为什么？卡拉 OK 是江湖上最险恶的地方，待会儿要是出了什么状况啊，一有什么突发事件不对劲儿，第一时间开门冲出去方便。难怪会说你一来了就往这张桌子跑，原来是这样。那当然了，凡事都有原因的。你这个大学生啊，啊，以为大学毕业就很有学问，社会大学很多东西要你学呀。会说你对的，你是对的。干嘛？干嘛？干嘛？待会儿要拍照吗？还不准备好照相机，装上胶卷？干什么？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在这种地方把你的照相机拿出来，就等于是露馅，也就是告诉别人我们是记者。我看你还没有上好子弹，已经被人打横抬出去太平门了。喂喂喂，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要是拍不成照片，岂不是白来一趟？拍不成就不拍喽，白来一趟就白来一趟，要拍照片的机会多的是。小命只有一条，要好好的珍惜呀、啊，只能活一次啊，傻小子。没这么夸张吧？那那那，第一，这里是公共场所；第二，香港是讲法律的。由不得他们在这里乱来呀、啊！哎，说的比唱的好听没有用，跟着老子好好学吧，盯紧一点。干什么？厕所在哪儿啊？想撒尿？你要撒尿？嗯，厕所在那边。会说，你快去吧，喂，去吧，去吧，哎，去去去，哎，走吧。嗯，看你的样子，古里古怪的，一看就知道你想怎么样。喂，你想干？喂、嗯，我的背包。坐在这里，等老子回来。喂喂，别别这样啊！哎，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知死活，以为大学毕业很了不起呀、啊。你谁呀、啊？啊，对不起，喝多了哈、啊，进错房了，不罚你们玩，继续继续啊！你不能走，包包里装的什么？包包里没什么，里面没有什么。崔先生，我认识他，他是《星周刊》的记者。什么？你冲进来想拍照？啊，不用。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记者，有很多人认错我，我其实呢是来玩来开心的，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我这包包里没有什么的，没有。哎。说走就走啊！哎，老兄，老兄，是误会，误会啊！我们也认错人。我啊！小心点，会说。喂，你搞什么鬼呀、啊？走那么快，搞不好闪了腰啊，老兄。你伤得这么严重，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去什么医院呢？还没求够吗？你刚才死哪儿去了？我听你的话，就在那等你喽。不过有人打电话给我，里面太吵了，我就出来听了。谁知道回来就看见你，你还笑笑笑，我一直担心你啊，我总之被你害惨了。回去吧，我先送你回家。还要你说啊，上车吧。小心，回叔。喂，小心小心。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哦。辉叔啊，嗯，你家看起来挺有意思的。什么有意思啊？哦，我没见过这么小又这么挤的房子，不过倒很干净啊。全香港大部分的房子都是这么小这么挤的。哎，是你不懂得利用空间。那就说这台电视吧，你换一个液晶的。音响呢，就换个7.1的微型组合。所有家具呢，全部都换掉。最重要的是冷气。换成中央系统不就行了？这样就行了。对啊，谁不知道妈妈是女人呢？要是我有钱，整栋房子都换掉不是更好？嘿，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们家那么有钱呢？对不起，慧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提供意见。嗯，不过如果呢，你一个人还是够用的。我这个家呢，住了五个人，四只乌龟，三只仓鼠，两只蜘蛛。啊，这不变成了难民营加上动物园？咦，回来了？啊，是啊是啊是。要不要喝杯茶？哎，不用了不用了。哦，哎，这位是？慧叔啊，其实你的环境也不错，起码请得起佣人呢。什么？你当我是佣人？哎，他开玩笑的，嘿、哎、嘿，他喜欢开玩笑。这位是我美丽的丈母娘啊。我还以为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不是要上厕所吗？要去快去，上完就走。对啊，那我去厕所了。喵，喂，哎呀，怎么了？喵，喵，为什么它在树上不动？你叫我，你还记不记得我？来，上次哦，铁嘴鸡泼辣妹，你别这么叫我，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我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不过我真怕你又踹我几脚。我叫疫情，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志航。志航，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没问题。有只猫在树上。在哪儿啊？是不是在那儿啊？对呀、啊、对呀、啊，可是它不动啊。对呀、啊，可能是受伤吧。刚才我试过爬上去，可是我爬不上去。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救它下来啊？啊，救它下来？它很可怜啊，要是真的受伤，可能会没命的。求求你啊，救救它！哎，好吧，好吧。小心点啊。嗯。但是要快。嗯。快点，那边。别追呀、啊！哎，哎呀，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勾到衣服。就在那边啊。看到了。对了对了，过一点，过一点，过一点。你小心点啊！他怎么样？你快把他抱下来啊！小心哦。他怎么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他死了。逗你的，你看是玩具。啊，玩具？假的当成真的，你看还勾破我的衣服呢。对不起，对不起。不过算了，每次遇到你啊，准没好事。那不过嘛，记得好好把它养大，我要它开枝散叶。好啊，好了，就这样，我走了，拜拜，拜拜。兰姐，少爷回来了。是啊，姐姐。哎，兰姐，开饭吧。好啊。哎呀，哇，你搞什么呀？第一天上班搞的衣服都破了，跟人家打架？没有啊，没打架，跟上班没关系。怎么样？杂志社是不是很小很小啊？不是啊，挺好的。要是小又学不到东西，干脆换一家。不用啊，这个工作很过瘾的，还有啊，也够刺激。是啊，你每次都这么说了。第一天呢就说刺激，接着第二天就嫌闷了，第三天呢很无聊，第四天呢真没劲，第五天呢就不干了。你永远都离不开这五部曲、啊、姐姐，但是这次不会了。我呢发现呢，摄影啊真的是我的强项，我想花点时间发展一下，这次一定行。是啊，你滑头啊，回来不是想留在这里，是不想回美国被爸爸折腾。兰姐，可以吃饭了吗？吃饭了，少爷。哎呦，吃饭啊。兰姐，我的套装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谢谢。你去做事吧。好啊。咦，姐姐，明天干嘛这么隆重啊？没什么，我明天要巡视公司所有的部门，还要见所有的员工，我不想太随便吗？果然成功人士真的有成功的形象。对呀，失败人士也有失败的形象啊。
姐姐，你不用这么损我，我现在还小，还有很多时间，总之成功离我不远。可以吃饭了吧，少爷？吃饭了，吃饭了。叶小姐，这里就是租务部和市场部。很好啊，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请跟我进去。这边请。喂，这个新来的 GM 很漂亮。何止漂亮啊，最吸引的是富有，谁娶到她，哇，发财了，简直是人财两得呀。你们不要做白日梦啦，女人是最危险的动物。你好像在说你自己呀、啊！哈哈哈哈哈！给你的，各位同事，林先生叫所有同事进去开会。公司最大的资产就是员工，所以大家对公司来说是很重要的。你们都在公司服务了这么久了，我很想听听你们对公司的意见。相信在叶小姐你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公司的业绩一定会突飞猛进，对不对？对。这么大的高帽子似乎不太适合我戴。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的做事方式，就是公平公正。我在美国也是这样打理我爸爸的产业。第一，我很尊重意见，但是没有必要说奉承的话，我不想听。第二，我不是靠耳朵做人，我是看实质、看表现，眼见为实。谁卖力工作，谁偷懒不好好干，我心中有数。最重要的是，我一向赏罚分明，就事论事。只要你们有道理，就算是一个清洁工，我也一定会听。为什么屈原会投江自尽？除了一般害他的谗臣之外，对他最大的打击就是有一个无能的昏君。但是我今天听到这位叶小姐说的话之后，我忽然对这家公司开始存有希望。相信如果屈原还活着，他也不想死。哇，你今天心情好像很好哎。哦，我觉得这家公司越来越有希望。啊？新来的 GM 叶小姐，我觉得她会是个好老板。有她在呢，相信会有一番新景象。哇，那她岂不是又漂亮又能干哦？是啊。是啊。叶小姐，早。早。是是非非真假，原来相当可怕，如甜梦，全是空片。真相被遗下，话也可分真假，情难分析欺诈，柔情话诚实欠了吧，一切是废话。相信你不会相信，你不要相信，你不再受伤，我讲